Running 佢係呢件事係發生得非常之突然。話說最近有一次去揾一個朋友嘅時候，佢帶咗呢只狗出嚟。佢屋企咧有好多隻狗嘅，呢只係佢屋企最大同埋應該養咗最多年嘅一隻狗嚟嘅。佢係一隻五歲嘅拉布拉多。咁你大家都知道咧，我見到所有狗咧都會大家。大家都知道咧，我見到任何狗都會話：，哎，我想帶佢翻屋企啊！佢真係俾我帶佢翻屋企喎，啱唔啱？所以咧係好突發性咁樣，尋晚我就帶咗佢翻屋企啦。因為佢屋企咧有好多隻細狗，佢近排就冇擺佢喺屋企養，就擺咗佢一個車房嗰度養。所以佢一翻到嚟，我就即刻幫佢沖咗涼噶啦。而呢只狗咧係極激動嘅，我唔知道我會湊佢幾耐嘅，純粹係一個照顧朋友狗狗嘅一個小體驗。咁做狗奴嘅生活就正式開始啦。入邊兩隻拖鞋我。大家而家見到我屋企咧，係已經重新佈置咗噶啦。因為咧，佢係任何嘢見到都會咬啊，都會玩。我已經將啲公仔擺曬上去，其實公仔俾佢咬都冇乜所謂嘅。佢係已經咬爛咗一個噶啦。咁但係其他嘢我驚會整爛啊，玻璃嗰啲嘢，咁所以我就全部已經收起曬。本身我呢一度咧有個茶几，我就擺咗呢度，原因就因為佢成日都會撞到，因為我一上沙發佢就會衝上嚟啦。跟住頭先喂咗佢食嘢咧，佢係迅速已經食曬啦。我想有養狗的人就會明白這種累，即其實我由昨晚凌晨四五點都睡不著，直到今天一點多我都沒吃過東西，但我想養狗的人都會明白這種累都挺幸福的。我是買了東西吃回來，但幸好呢，我覺得它其實我不在家的時候都會乖乖地坐在門口，是我在這裡的時候它才開始扭玩，因為剛才 Complex 那些地方不可以帶那麼大隻狗進去，所以我帶不到去買東西。Look in my eyes, can you see my heartbeat? 哇哇，你真的不要踩我的人了，得唔得？你真的很重，哎，救命！这个春玲已经配合了嘢食了，有嘢食的时候佢劲乖，真系，佢滴咗啲口水落嚟我对袜度啊！哇，踩得实，你哋话，爹哋，哇！其實佢係識曬所有嘢咯，只不過係唔聽我講嘢咯。Bang！ 好，其他嘅啊。Bang！ 美好的沉澱。Bang！ 好鬼啦，舐我膝頭哥，真係口水多到一個極點。其實我頭先諗咗好耐，究竟好唔好帶佢出街？一嚟咧，今日天氣又唔係話好好，都仲有啲塵埃；二嚟咧，就係我就想佢適應下喺屋企點樣去廁所先。諗咗好耐，跟住突然間佢開始咬一啲硬嘅物體，跟住就諗，唉，算啦，不如我都係帶佢出去買骨頭啦。因為我覺得佢好想咬嘢，同埋佢真係好想出去散步，所以我都係帶佢出去出街啊。唔係咬嘅，嚟啦。哎呀，好不安啊！你唔好乱咁走啊，知唔知啊？哇，佢瞬间甩走咗条绳喎！我哋出发啦！喂啊，佢直接甩咗条绳喎！等阵。佢好叻仔咯，我头先已经好快咁掌握到个步伐啦，然之后佢好叻仔，我打开车门佢就跳上咗我架车。哎呀，你做乜攞我嗰个湿纸巾啊？好幸福啊，同狗狗出街啊！我已经帮佢改咗个名啦，佢就叫癫狗啦。我而家唔可以錄影住。Leon， Leon， 走先得。唉，個而家去咗朋友嘅 guest house 嗰度咧，咁佢真係有嚿硬嘅嘢俾佢玩，就係我之前喺日本買俾佢哋只狗嗰個奶嘴，因為佢只狗唔玩嘅，咁我就俾咗佢玩啦。玩咋？要喎，係咧，得，得。
上一次照顧了那隻大狗兩日之後，它主人突然間發現原來它忘記了要帶它去醫院做檢查，大家放心，主人說它是非常健康，所以我照顧完它兩日之後，我就送回給它主人了。因為那個主人家有很多隻狗，沒想到它下一次竟然給了一隻更小隻的狗我。其實我第一次見到它的時候，我是覺得輕鬆很多，這隻小狗我單手都抱得起它，但那隻大狗我雙手連我個人都抱不起它。不過小狗雖然是輕，但它也有它難湊之處的。起来了，起来了，我的卡。